来，快快帮忙！妈，快来！哎呦我天哪！我也不想这样，这是。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怎么着？哎呦！哎呦我天！哎呦！哎呦我妈，给我累！怎么回事？这从哪整回来的？这人？哎呀，我刚才不出去溜达玩吗？啊！我高兴回家门家门口，我一看，我门口躺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赶紧快不行了，我得赶快捡回来吧！这玩意儿，赶快的。这玩意儿，我告诉你说。屈成这样，我看快死了。他没事儿的，就是太累了，先喝点水吧。来，妈，行，哎呀，好点了吧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还活着。你们是？我们是救你回来的人啊！你怎么称呼？鄙人贾大空。出来跪地，来，不用掐在人中就好了。子动人中，人这是我人的中路吗？好了，行了，谢谢啊！刚才我是正在练功，有些走火入魔，所以才昏过去了。练功啊？您是做什么的呀？哦。鄙人是一名养生专家，这是鄙人的名片。中华膳食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养生学院副教授。就你这小体格子，还养生教授呢？这把自己养的都营养不良了。你有所不知啊，刚才鄙人练的是辟谷神功，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所以我才昏过去了，大姐，你要不信……哎，管谁呀，大姐的！别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小点声，他这刚醒，身体多虚呀、啊。小严，要不看看剩那个厨房有没有剩菜剩饭什么的，热一热，给他吃点。哎呀，不用热了，直接吃就可以。吃什么吃啊？啊，你们这有没有点道德？没听说大师正在练什么辟虎神功呢吗？你吃完人家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出关了啊，现在正是需要补充的时候啊。那个，记得不要放辣椒哈，我不吃辣。我这就去啊。大师啊，啊，缓过来点没啊？哎呀，好多了。哎呀，就刚才吃了有些急啊。哎呀，那个有些胃疼啊。那个，要不这样，我休息一会儿，我就走啊。谢谢你们出手相救啊。哎呀，大师，你可客气啥呀？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大师啊，那个，听他们说你练什么神功什么玩意儿，能不能教教我呀？看来你很爱学习呀、啊。啊如果你真要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太好了，大师啊，请问你是哪个门派的啊？我什么门派都不是啊，那个我只是在养生方面略有小成，也就是说我练这个辟谷神功啊，贵在坚持。你知道什么叫辟谷吗？辟谷只知道啊，辟谷就是不吃饭吗？古人有云，食肉者为汉，啊，食骨者为巧，食气者为寿，这不食者什么呀？就为神呐、啊！我跟你说，就为神，真的，这人最高境界就不吃东西。可拉倒，不吃东西不饿死了吗？非也，我跟你说，人，一般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啊，都有毒素啊。就拿这个橘子来说啊、哦，你看它有很多的黄色素啊，旺。这黄色素啊，吃多了以后，在这体内啊，它就会有毒。嗯，它沉积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对你身体特别的不好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有这苹果啊，嗯，这苹果，它的果酸也特别的不好，对牙齿特别不好，很酸的。啊、哦，哎呀，你买这个还行，挺甜的啊。是吗？嗯，救命了这是。嗯，下次你要买个脆点的啊！行，哎，不是大师啊，你这咔咔的一顿吃，那毒素不都跑你自己身体里了吗？你说到点上了，我跟你说，嗯，这辟谷神功练是什么呀？练就是这个。
啊，咱们不吃东西啊，就从根本上的杜绝了这些毒素进入我们身体，就根本的就不会有什么疾病。我跟你说，妈，啊，妈，大师你讲的太生动、太形象了，大师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不单单在辟谷上面有研究，其实我在营养配餐上面，还是也略有小成。哎，大师，那你能不能，你给我们讲一讲呗？讲一讲。这其实我也想给你们讲，但是怕你们晚上没有时间呀。嗯，你们晚上在哪吃饭呀？我们就在这吃饭。要不这样，我就牺牲一下，晚上跟你们一块吃饭，啊，让好好跟你们讲一讲，行不行？到时候呢，也当作是我对你们的报答。哎呦，大师，你太有样了，大师，谢谢大师啊！这么的，我马上就跟他们说去啊，让他们一块儿都来听听啊，大师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啊，多做两个菜啊，我怕讲不全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对了，别放辣啊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小妍，来吃点肉，来，你看你最近都饿的。哎，这饿瘦了，渴了的呀，小妮儿。哎，你给我加块肉呗，快！你自己吃呗，人小妍离肉远。哎，妈，那还远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咱们多长时间没吃好东西了啊？是。哎呀，你们都吃上了，怎么喊我一声呢？大师，来来来，快，里边坐。大师啊。啊。你这是不好的都差不多了。啊。你啥时候走啊？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人家贾大师特意留下来为我们做那。营养配餐，你怎么撵人走呢？心疼啊。嗯，心疼啥呀？看着你们每天把那么多毒素吃到身体里边，心里边难受啊。大师，你可别乱说，这些菜都是我每天大清早在农贸市场批发来的，每天洗了好几遍呢，怎么可能有毒呢？嗯，此言差矣。你知道这肉里边有多少嘌呤吗？啥是嘌呤啊？就得那个痛风的罪魁祸首，啊，得一个传俩。哎，你吃这个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花生肠什么？啊，我跟你说，里边又有什么香精啊、肉精啊，啊，还有什么食用胶，吃多了沉淀在身体里边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你皮肤，你看现在，暗哑，没有光泽，没有弹性。没有。阿丽，我说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呀。什么？啊。但是。你看，那现在不是提倡绿色健康食品？我吃豆芽总行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里边农药最多。可怜这如花似玉的姑娘啊，马上要香消玉殒了。但是，那我能吃什么呀？这样啊，我呢，这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吃啥啥病》啊，你们，我就卖你们。75一本啊！快快快，我看看。这个书里边写着什么呢？哎，这书里边写着就是你们人呢，每天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，全写里边了。我买了，我买了。这样啊，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。那这样，这书100块钱，我零头我就不抹了啊。拿去。来来来，大师买了100块钱嘛，不就是？啊！妈呀！大师啊，那个这我们这还能哪个还能吃啊？这些啊，哎呀，这些菜啊，吃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搁着吧，待会儿我帮你们帮你们把这些菜撇了就行了。行，你们学习去吧啊。好，嗯，行吧。找地方。哎呀，哎，这么巧，一不小心就能吃死。大妮儿。我好饿，我就多喝点水。我都喝了8杯了，我不喝了。我能吃一颗葡萄不？不行，小妍，你忘了书上怎么写的了？你不想活了？你大师呢？大师人呢？大师吃了早餐就走了。你们看看报纸上写什么啊？那个大师就是个骗子呀！我跟你说，他就靠这套骗术卖书，他其实就是个书贩子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！小妍，给我一个！滚了！我看你逛啊！
不是药房，不是服务员，那小子孩子。